小朋友，叔叔那里有很多玩具，还有好吃的，要不要一起去啊？不行，爸爸说不可以和陌生人走啊，还是算了吧。哎，没有，我就是你爸爸的朋友啊，你忘了吗？爸爸在那边等我们呢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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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可能，我爸爸去出差了，我没在这边。啊，出，不管，在那边等我们呢，走走走走走。啊，我不去。我是便衣警察，小区里面老是诱拐小朋友的坏蛋，原来就是你呀、啊！走吧，咱们回警察局。小林日常规范：不要和陌生人走哟。当有坏人想要强制带走你的时候，一定要大声呼喊，向周围的大人求救哟。